就是 Copain 在这个也有在放在 Pad 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variable 啊，然后 operator 到底怎么去做语法的运算，大家就可以助教可以帮忙这边，就是如果助教可以帮忙解释这里面的东西。